上你真神羔羊来敬拜他，高声起来颂扬，在宝座上你羔羊，唯有他，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，在宝座上你真神支配的所有荣耀的神，阿门。早晨我们来敬拜你，将我们的一切赞美、一切的敬拜、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耶稣，谢谢你，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Good TV 的好朋友们平安，我真愿你平安呐、啊！平安从哪里去找？那个秘诀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和好了。跟神的关系和好，你心中有个笃定，有个平安，因为知道你走了正确的路。除此以外，你要跟人和好，跟人和好，你的生活才会进入佳境，跟人和好才会恢复，而跟人的关系好会使你心情愉快，是吗？我们每天都要生活，但是关系不是走后门，关系不是运用关系成为手段，关系是那种跟人真诚的心灵的往来，关系也不是走裙带关系使我能够找到好的出路，不是，关系是你跟人真实的彼此的相爱，然后我们彼此的欣赏，彼此的接纳，彼此的扶持，以至于那个关系是稳固的，也是正确的。在圣经里面有个人名叫约伯，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上流人士。我们说，诶，上流人士不是都是买那个 LV 的包包吗？ Gucci 或者买什么名牌，或者是双 B 的名车吗？不，上流人士还可以做得很有品。这很有品，像约伯一样，他拥有的已经是那个时代最好、最高层、做最满足、最富足的。但是他照顾孤儿，他照顾寡妇，他照顾弱势，照顾穷乏的人，他的心以此为乐。所以我说，这个有品位的上流人士，当他遭遇了撒旦的攻击，遭遇了苦难的临到以后，这位上流人士变得什么都不是。所以他曾经在他这个经历苦难的过程，在约伯记30:12-13，他曾说，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，推开我的脚，逐成战路来攻击我，这些无人帮助的毁灭我的道，加增我的灾。你看，原本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在人跟人之间的敌对，在人跟人间的辱骂跟攻击当中就被破坏掉了，而这个关系显然建立在原来是可以给予富足或者有声望的基础上，而这个关系却不是最正确的关系，不是最好的关系，因为你得承担随时要失去。所以他说，那些下品人，哇，在我帮右边攻击我，那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，使我的苦难越来越加增。一个人关系破坏，人跟人关系破坏之前，通常都是先动口嘲笑人，辱骂别人，然后接后呢，接下来就是辱骂，然后攻击别人的身体跟心灵。结果我也发现，在很有趣的是，在越亲近的人身上，
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最亲近的人反而会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越亲近，我们容易越随便，越随便造成的伤害就越大。我们以为没什么的，我们以为这样子随意的生气、随意的发怒、随意的攻击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因为自己人嘛。可是多少的过错、多少的罪恶、多少的伤害，都因为自己人这句话就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。当一个人心受伤了以后，他的性格就开始不自主的扭曲，无论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，受伤他的性格就进入那扭曲了。那扭曲做出来的事情，性格扭曲做出来的事情也自然扭曲。除非来到上帝面前寻求神的医治，寻求神的释放，寻求神的重建，在神面前懂得祷告，否则我们扭曲的心灵终将控制我们的人生。亲爱的朋友，建立好的关系要到神面前去寻找。神跟神的关系和好了，恢复了，跟人的关系也会恢复。我想一个场景你大概会很熟悉，在一个职场上，有人叫老宋，老宋呢就以为老李不知道，所以背后呢常说老李的坏话。这个老李呢也以为老宋不知道，所以背后呢常说老宋的坏话。这个老宋呢就不择手段的去抹黑老李，老李呢就想办法去攻击老宋。就旁边另外一个人叫老马，他只有负责掏耳朵，他只有负责当垃圾桶，只有负责听话啊，听人家说些什么。结果一直等到老马升上了总经理以后，老宋跟老李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才听得懂自己讲了什么，才知道自己说了这些不好不造就的话。多少时候我们对于人跟人的关系常常自以为是，我们以为攻击别人把人家压倒了我们就可以站在上面，岂不知当我们攻击别人压倒别人的时候，有一天被踩在脚下的就是我们。因为谁都想往上攀爬，是吗？但是圣经去教导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理念，当你选择退让的时候你才会宽阔。当你选择退让，就像以撒他得到他父亲所留给他的产业，水草丰盛，到处都有水井，牧羊遍地，遍满山遍野，但是别人跟他抢水井，让吧，换另外一个地方，又到换好了，别人又跟他抢水井，再换吧，好不容易换好的时候，有人又来抢水井，再换吧，一让再让。可是上帝却做了一件事情，直到他让到最后一个水井，是根本被敌人被人填满，石头填满的水井，再出不出水的时候，别人也不想来了，因为那个水井根本挖不出水。这个水井曾经是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挖出来的水井，被非利士人被仇敌填满了石头，再也出不了水了。以撒看起来毫无去路，被人攻击，被人辱骂，被人伤害，好像没有前途了。但是以撒在那个填满石头的水井当中，他邀请他的仆人，邀请他的牧人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把水井里面的石头掏出来看看会不会有结果。别人说不可能啊，已经封这么久了，不可能啊，这个非利士人丢下的大石头搬也搬不出来，而且就算有，恐怕要我们也做不到，技术也做不到。以撒说我们来试试看吧，我父亲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以撒跟他的牧人们把水井的石头一块一块一块的掉上来，掉到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，水井出水了。不要以为占了便宜就能够占到永远，我相信我们不是这种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有品的上流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
我们就算受灾难受困苦的时候，还是定义要成为别人的帮助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游戏规则。选择上帝的游戏规则吧，亲爱的朋友，选择上帝所选择的，看上帝所看的，做上帝所喜欢的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是不一样，你的人生就会进入那个幸福满足，进入上帝的命定里面，按照他的游戏规则，你就能够进入祝福里面。愿神来帮助我们，不要用辱骂和攻击来对待别人，因为这使得关系破坏，在这些关系破坏当中，我们就闭住嘴巴了，我们不再生气了，不再恼怒了，不再用言语攻击别人了，而我们会发现神的祝福正在从打开天上的窗户正要倾覆于你呢。生命是这样走的才有价值。愿上帝恩待我们，祝福我们，我们一起同声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说上帝啊，你帮助我们。有时候我忍不住，有时候我会生气，我会辱骂，我会攻击别人，但是上帝啊，你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帮助我能够越过这些难处，帮助我进入这个祝福里面，帮助我跟人的关系，在我要破坏这个关系之前，我说圣灵啊，你控制我，圣灵啊，你掌握我，使我的心落在你的里面，化咒诅成为祝福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，是的，求你就是帮助我们。今天早上，主啊，在关系破坏之前，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踩刹车。主啊，当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去怒骂、不去攻击任何一个人。主啊，让以撒的榜样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真实。主啊，让我们懂得选择退让，让我们懂得退让。主啊，因为你会给，你会祝福，你会施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主啊，能够即便落在灾难的里面，我们也能够祝福别人的人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就求你让我们定义，他们想到主啊，你就是我的主，我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我赞美你。主啊，让你所坐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，主啊，让我都有机会坐在别人的身上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靠我们帮助更多的人。主啊，我可以忍耐更多的人。我可以包容更多的人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们帮助我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掌管我们，你掌管我们的生命，再一次的寻求你的存在。主啊，让我们需要你恩典，加增能力，加增神的同在。主啊，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行。主啊，谢谢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主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主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主，你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一个更新的生命。主，为着电视机的好朋友，也为着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是，主，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要在我们的心中发动，主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主，我们心里面被伤害到的，主，被扭曲的，主，如今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得着医治，得着释放。主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。主，让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，主，因着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，主，我们能够去判断，主，知道用神的善来面对人的恶。主，主，求主你赐力量给我们，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当中，主，你让我们成为主的光，成为主的盐。主，去影响身边的家人朋友，去影响这个世代，去影响我们的同学同事。主，而不是背着这个世代来影响。主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心中就是有这样子的盼望。主，因为你应许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必然如何。主，感谢赞美我主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亲爱的好朋友，要改变一个不好的习惯其实非常难，是吗？多少时候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想想我们多少时候，我们立志每天要读空中英语教室，订了一份杂志以后读三天，然后30天的份都没有看了，其他的累了忘了或者是懒了。建一个坏的习惯要改变它其实蛮难的，是吗？但是有一个好方法，建立好的习惯，
来取代那个坏的习惯。你一天到晚攻击那坏习惯，或者跟坏习惯抗争，你也会很辛苦。但是有一个好习惯在我们里面，有个好的能力在我们里面。今天早上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带着圣灵的大能能够越过这些攻击，越过这些辱骂，我们自己不会成为攻击别人，不会成为辱骂别人的，而且我们带着圣灵的能力也能够胜过这些攻击跟辱骂。求神与我们同在，用谦卑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尊重别人，用祷告的心与主同行，每一天都靠主来得胜，能够越过人的言语。我们说主你可以，我们也可以，我们一起同声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赞美赞美主啊！谢谢你，圣灵的能力，除去一切的怒骂的攻击，让我们仰望天父，在我们生命的大能当中，用我们在天父拒绝怒骂攻击，用谦卑的心尊重别人的心，祷告的心啊，与主同行。主啊，我们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不寻求自己啊，乃是寻求上帝的，乃是寻求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，赐给我们大能，除去辱骂攻击，谦卑尊重我们的心，来与主同行。主啊，我们奉主的宣告，主啊，让我们够有好的习惯，好的生命来驱逐那坏的习惯，好的生命来胜过那恶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在这里，他们在这里去使用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满满有上帝的同在，在祝福临到我们。我们谢谢，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。我们不会倒下，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今天早晨，主你更多的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里面满有圣灵的大能，要除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攻击跟辱骂。主啊，若是我们过去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攻击辱骂别人的，主，今天早晨，主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罪带到你面前，主，求你再次来饶恕我们。主，若我们正在面对别人的攻击跟辱骂，主，也求你使我们的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主，我们定义选择以善胜恶。主，帮助我们的生命要满有耶稣基督的荣美。主，是的，也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。主啊，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好像有人选择攻击辱骂，他们很快就能够达到目的，好像很多时候事情就能够这样完成，好像许多时候他们攻击辱骂的时候，别人就害怕了，他们就不敢有任何的意见。但是主啊，这是关系的破坏，这不是你要我们选择的方式。主，你让我们看清楚，主啊，真是在关系破坏之前我们就要住口。主，我们宁可选择走神的道路。主，我们愿意来学习忍耐，学习谦卑。主，学习凡是属主耶稣你所有美好的品格，主，我们愿意来顺从圣灵的带领。主，我们定义不要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快可以达成目的的方式。主，那乃是顺从肉体。主啊，顺服圣灵就是生命，就是喜乐，就是平安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发动，乃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阿们。主啊，你忍耐，主，你忍耐所有的羞辱，主，我们也要学习你的样式。主，你谦卑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却为了爱我们甘愿谦卑舍己，定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我们也要学习谦卑。主，你帮助我们的心完全被神来摸着，我们不再选择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，我们要选择神的方式，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。主，你也保守我们的口，让我们的口要说出造就的话。主，我们弃绝一切负面的言语，我们定义选择那良善的话语。温良的舌就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却使人心碎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主，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的言语出来就要带着耶稣基督的能力，使人得着安慰，得着鼓励。主，持他们心受伤的心也要得着医治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言语当中全然的得胜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
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我们都是祷告的人，因此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新的心，赐给我们新的灵，挪去我们心中所有的刚硬，挪去我们心中所有的嫉妒。我们说，上帝啊，赐给我新心，新的灵，彼此造就，彼此帮补，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字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一起同声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是的，你是我们最刚硬的心。主啊，我们都是在你面前祷告，我们都是愿意寻求你的。主啊，因此用那个新的心、新的柔软，主啊，让我们里头，主啊，挪去刚硬，主啊，挪去嫉妒，主啊，让我们选择你，选择你的爱线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彼此的造就，彼此的帮助，并且我们这一生活出来都是能够荣神你荣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。我们不求别的，只求你的同在，只求你的看顾，只求你的同行。谢谢神，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，那是美好，那是永远。谢谢神，你垂听祷告，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。我们也恳你求，在这一天，你也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、新的灵。主啊，让这新的心充满了柔软，这新的心充满了谦卑，这新的心充满了饶恕，这新的心充满了彼此造就、愿意祝福别人的热心。主啊，我们就向你来祷告，奉主的名，主啊，你除掉一切的实心，你除掉一切的硬心，一切的嫉妒，一切的嚷闹。一切的纷争都要从我们中间来除掉，主啊，一切的怨恨，一切的苦毒要从我们中间来除掉，主啊，因为我们定义要来荣耀你，主啊，我们定义要来祝福别人，主啊，我们深深的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是互相效力的，主啊，每一件事都要叫爱你的人得益处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天父，我们站立在你面前，我们奉主的名宣告，今天是得胜的一天，主，我们口都能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主，今天是喜乐的一天，因为我们靠着你，日子如何力量也就如何。我们奉主的名宣告，今天是关系重建的一天，使我心中有谦卑，准备迎接这关系的重建，使我们心中有力量，使我们愿意接纳，我们愿意欣赏，我们愿意承认，我们愿意饶恕，我们愿意彼此帮助，使我们在关系破坏前，我们的口就被你所掌握了。主，我们心是好的心，我们口说好的话，主啊，使我们今天生日子结束的时候，主啊，黄昏日落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又再一次得胜了，我们再一次建造一个美好的一天，使我们人生充满了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、卓越。谢谢神垂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唯有他是荣耀，唯有他是荣耀。